大家好，我小钢炮。知道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吗？在我们湖南这边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啊，那就是辣椒了。今天跟着爷爷奶奶种辣椒了，这个是辣椒苗啊。选辣椒苗一定要选像这样的，粗一点的，然后高一点的，这样种出来的辣椒长个长个的也比较辣。那种小一点的等它再留一下，全部要挑选这么长一根的。长一点吧，长一点，个吧，我家的兔子现在都给它放到外面养了，太能吃了，让它们在外面自己找吃的。这边的辣椒是前面种的，你看这个尖尖被兔子全部吃掉了，这边好多都是。辣椒苗一定要选一样长，三根都要一样长的。只有两把小锄头啊，我就把这个苗摆在这里让奶奶他们摘。这个一定要三根，三根摘在一起的。我们施的这个肥都是有机肥呀、这个都是猪粪。粪就全部种完了，一家人做起来很快的，半个小时就搞定了，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吃辣椒了。还有那边有一块呀、我们还要扯点苗到那边去摘。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